开露营，然后这边的握把这边呢、啊，它有这个可以操作手机的微调，比如说我现在固定在这个地方嘛，那我如果比如说我想把它录影的角度往上调的话，可以按这个，哦，它就会去做比较细致的拍摄角度的微调，它仰角就会改变。对啊，像如果我去那种展场拍 showgirl 人很多，就可以把它举起来，然后再拍往下拍，哦，这样就拍到 showgirl 啊，乳沟浅浅害人不浅。然后要偷拍群体风光，就往下，就往下，然后把它抬起来，然后往上，对，你这样就可以偷拍群体了。哦，然后这样走到哪可以跟到哪，哇，走到哪跟到哪，哦，全程录影。好，结束。